你别害怕，起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，起吧。大王，您小心伤啊，那些毒素刚刚清除，您的身体根本经不起折腾了。七八呢？七八怎么样了？说话呀！王妃已经醒了，但是太医刚刚来报，王妃的眼睛看不见了。大王，大王。王妃，王妃，你醒了，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还是看不见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王妃，李雄，李雄在哪里？王妃，您别急，红袖在呢，他已经去禀报大王了。我不要奎木狼。我要李雄。王妃，你小心一点。王妃，谁？启八，是我，我是李雄。红袖，太医叫你，吩咐你点事情。可是王妃……放心吧，这里有我守着。李雄，你的伤没有大碍吧？啊，没事，我很好，我好好的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可是我看不见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你别害怕，启八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，你不用怕。可是万一我这辈子都治不好了怎么办？没有万一。启八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你眼睛治好的。